我们今天是第九天，所有法常住法师们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让我们消恒河沙数，一句阿弥陀佛，透过专注能够消80亿劫，代表佛法是代表佛是觉知觉醒的方法。从觉知觉醒的方法，在华文我们叫佛法，也透过重复简单，在我们日常生活就能够如此殊胜，达到内在的平稳。心脚顾名思义，实践从我们的脚下功夫，如同呼吸绵延不断，每一步脚印如此的踏实，分秒不空过，步步踏实过。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千经万论就明在实践，从每一步觉知觉醒，立地而起。